了四年，再到现在的一年的营运期的部分，其实我还是持续在 follow up 的 project， 就是由我们的恒山书法馆潘天怡建筑师事务所。在恒山书法馆的背景里面，其实业主甲方的部分占很大的支撑力，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在谈甲乙丙三方，就是三合的情形。我希望说有机会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program 的发展，可以带来我们从台湾的土地，那重新再回头看见我们自己的自身，包含皮塘，包含环境，包含地景，甚至我们的人文。我会觉得这个 project 其实是献给在座各位的所有的参与者，因为他身上其实都充满了跟各位学习各位的培养的这样的这个 DNA 在里面。那以及甘明元甘老师富田的木构造的部分，也是从大战过去的一个延伸的 DNA 的部分，以及对江老师在半旁的清水模工法上面都有一些互动跟学习。评选之前呢，我们大概五位委员，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共识了就是的确基地的条件、它的规模的大小、它每一个案子的属性、它的预算经费，其实都大不相同。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，还是用一个综合评量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聚焦在它的设计创意的能量。最后的时候，大家对于这十件入围的作品的这个共识度是非常的高。我这次参加到这样子的一个评审委员团呢，我感触倒是蛮特别的，因为我是觉得台湾真的是很有希望了。因为很多的年轻的建筑师，他们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做出那种超大尺度的案子，但是呢，他们所负责的这些小型中小型案件呢，都是面面俱到，而且它是充满了一些叙事能力，然后对主题的这种特质的发挥，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让我惊讶的。而且最重要的话，就是业主方他跟以往的可能在态度上面他的观点方面他有了变化，不是说只是满足所谓的功能性的需求就可以了，他们还是希望就是说那个在设计上有创意，能够创造一个所谓的艺术建筑艺术的这种精彩度。那这个东西变得很重要了，因为只要业主方跟建筑师再加上营造厂商能够三方能够达成一致，然后大家是一个 partnership 的观念，也就是说我们是合伙人的概念的话，这件作品成功的几率就变得很高。